父亲，明初自愿入将军府为婿。清岳元年，礼部尚书顾承远科考受贿被查处。 与北境戍边的长鸾大将军卫领，奉皇命回京承办顾家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出来！站住！是罪臣糊涂啊！求魏将军，看在咱们两家世代交好，还有婚约的份上。 当年我们魏家遭难，小侄贵在顾府门前求您救救我病重的哥哥，您可是说庶民之死，官无何事啊？小侄在战场上九死一生，可都靠着您这份恩情撑着。本将军也不是见死不救之人，只要顾大人供出幕后主使，一切都好说。将军。 此事绝无他人之事，都是罪臣一人所为。顾大人可真是块硬骨头啊！李琴，下官听二位算过了，下月初五是个好日子，宜嫁娶。将军，我们明珠怎可高攀将军，成为将军的夫婿？哎呦，将军，顾大人错了，清岳律法。 罪臣之子，该当沦为坠夫。你这是借机报复，羞辱我们顾家呀！报复！大人今日所受的羞辱，可不及本将军当年承蒙的万分之一。老爷，老爷！顾二公子过门，顾府一家老小，性命无虞，便是聘礼。倘若大人不愿。 怎么做，大人自己选。父亲，明珠自愿入将军府为婿。明珠，父亲不必多说。 明珠罪臣之子，奄奄垂涎，幸得将军不弃，理应感恩戴德。没想到顾大人常年藏于府中的是个病美人啊！将军喜欢便是最好。 外面揭穿我茹毛饮血，面目可憎，你不怕我吗？将军愿意救我顾家，如此菩萨心肠，怎会面目可憎？这个就当做是本将军的聘礼了。这小身板。 怕是不禁笑吧？将军亲手做的镯子，明珠很是喜欢。三天，我再给顾大人三天的时间，小侄就静待顾大人佳音了。不出三天，顾承远这个老东西，一定会把他背后的二皇子供出来。走。
李杰，哎，过来过来，帮本将军念念这《清月小报》上都写的什么呀？霸道将军强娶病弱公子，趁他病取他命。这许久不回京，这城里人挺会玩啊。 是不是把好人家往火坑里推嘛？我这就去宫里打听打听，看看哪位将军行事这么大胆。将军，您不必打听了，属下正要和您说，霍公子他同意您的提议了。什么？同意？所以这个霸道将军指的应该是您。那怎么办呀？你不说这顾老头爱子如命吗？那我哪知道他是个亡命之徒啊？连您这样的都敢嫁？ 魏将军，小人顾明珠来嫁你了。别动，你就站那儿别往前了。你来嫁我，可带婚书没有啊？十多年前的婚书，怎么可能瞒得出来？齐齐，婚书。魏林，顾明珠，梁元缔结，定成佳偶。本将军还未准备聘礼。 这都是明珠这些年苦心积攒，还望将军不要嫌弃。那，将军不必多说了。是将军亲自说的，只要我们家公子进了将军府，便会放过顾家。如今可是反悔了。七夕，住嘴！将军，我们家老爷嫌公子给将军做赘夫丢人，已将公子送族谱里除名了。我们家公子现在已经无家可回了。七夕。 不可胡言，将军一言九鼎，一定会信守承诺的。血，公子，你怎么吐血了？这就是当大官的，把人家弄得家破人亡了，最后说一句不要人家就不要人家了。还将军呢？我看呀，也不过就是个言而无信之徒罢了。将军，祝国公和一些武臣老将正赶过来为您贺喜呢。什么？您刚回京。 多少双眼睛盯着咱们呢，万不能因小失大。哎呀，先给我找趟洗漱去。顾明珠，你最好给我想清楚，你敢进这个门，我魏礼绝不会给你什么好果子吃。大人，明珠命贱，吃不得好果子。 将军，夜已深了，小人来服侍您休息。你这病秧子，胆子还不小，我与你父亲的债，你偏偏要起进来。不过你长得倒还算不错，就是不知道你还能活到几时啊？ 这病秧子疯了不成？外面揭穿，清月战神是个嗜血的怪物，如今一看，倒如同白纸一般。你这是在取笑本将军？不，小人是欣喜。将军要小人还债，小人早已做好准备。别动，再动，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。 莫非将军这功夫不请假练习生疏啊？那你怕疼？将军一切随心，不必担忧小神的。那就好。他不会死吧？这顾二公子体弱多病，您这一撞怕是会死。 阁主，
事情都办妥了吗？林阁主，属下已将顾家人藏于阁中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擅闯尚书府！ 吵死了！本座今日在阁内待得烦闷极了，便想出来寻人解解闷。顾大人不会介意吧？招魂散，魂灵，青天白日归鸡鸣。你难道是令阁阁主将军？顾大人好眼力啊！那这……明珠，你这贼人！ 把明珠怎么了？顾大人，明日魏将军便会前来抄家，您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。不可能，二皇子，他是会保我的，他不可能弃了我。前有狼，后有虎。顾大人，若是这棋局上也没有你的位置，你何不考虑来我这棵槐树下避一避啊？你。 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从现在起，我就是顾家二公子顾明珠。顾家人还有用，严加看守。是，阁主，二皇子想见你。怎么，本座现在修的是菩萨行程，想见就能见了？还是他以为手里握着本座的缓命药？ 便可以随意驱使本座了。阁主，本座今日并未在魏鼎身上找到言语，恐怕还需要些时日。只是不知我这寒毒还能撑多久。那阁主若是发作，放心，本座死前也一定把你杀了陪葬。 阁主，这个魏将军武功高强，勇猛好斗，银枪万小。是吗？本座倒是觉得他有去极了。将军，你醒了。喂，你干嘛？将军还在和小人见外。昨晚我们不是将军在上，小人在下，共赴云雨了吗？昨天就是把他撞晕了。 也没带他去，什么云啊云的，说什么呢？好，好，好，将军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来，哎，别动，我自己来。那小人这就去安排早膳。早膳？嘿，怎么会这样啊？ 顾二公子入府后，顾家人就都消失了，属下至今还没有查到他们的具体下落。哎呀，事情办成这样，我可如何向皇上交代呀？将军，二皇子最近和令阁走得很近，据属下所知，令阁的新阁主江卷喜怒无常，手段残忍，行事也是诡谲难测，绝无可能轻易被二皇子掌控。但此事若是真的，那令阁的情报网和暗杀对他来说便是非常大的助力。 不论真假，我已经筹谋了5年，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为太子殿下平冤昭雪。所以这个将军不能活。这过年了吗？将军常居北京，小人便特意依照将军的口味做了些吃食。将军，您快尝尝。还要算清楚自己的身份。 将军，是味道不好吗？这岂止是味道不好，分量的骡子都不是这玩意儿啊！小人常年吃药，早就已经损失了味觉，但小人一直都有个心愿，便是希望能为心爱之人做顿饱饭。还真是个可怜人。 行了行了，我常年在外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不求下次啊，
将军，天气炎热，要多喝生茶，保重身体。我在哪儿呢？将军，小人只是想帮忙喂食，没想到……什么？就一个早朝的功夫，怎么就生个龙了？龙里无鸟，府中有，以后小人便来做您的比翼鸟。 将军，都怪我太用力，一不小心就……你以后待着就好，什么都不要做。将军不计前嫌，救小人的家人于水火，如今又对小人如此疼爱，小人真的无以为报。不用报了，我真的不需要你报。您不必多说了，明珠虽病弱不堪，但却是舍了自己这条命，也要加倍偿还您对我的恩情。 将军，将军，小人今日该侍寝了。将军，小人该，将军，小人要侍寝，您等等我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这是怎么了呀？怎么病得这么重啊？ 李琦，我快不行了，快把我和太子殿下葬到一起，让我这罪臣生生世世守护太子殿下。将军，这个属实有点为难我了。太子殿下去年被一道皇陵去了。将军，顾公子的药喝完了。那把我的俸禄都留给卡大夫吧。 那个药渣子给我留着点儿，补充充水，还能喝。是将军。哦，对了，顾公子听说您病了，还说要亲自过来为您喝药呢。将军，没事了，将军，我一定把门给收好，绝对不会让他进来的。我算是知道这顾朝月为什么是我坏了，将军手马半生的积蓄，就这么给那病秧子凑没了。我这，将军，您喝水。 这是天天把抱大褂嘴边上，我看他是铁了心要把我分队里抱啊。这是葛府里供了尊佛，送煤地送扔煤地扔，本来还想着他那样活不了几年了。可那夫妻一场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他，最后一定给他风光大葬，连棺材铺子我都看好了。现在看啊，谁先用还不一定呢。将军，咱们不能这样，咱们得让他知难而退啊。他不是要侍寝吗？那咱们就让他侍。将军。 顾公子自己挑起来的祸，那就你自己来灭。还真当本座是个陪睡小厮了？看来这些日子你还是过得太舒坦了。将军啊，你要好好睡，等本座找到的颜玉是从这儿杀了你呢，还是从这儿呢？这傻子到底把颜玉藏哪儿了？ 殿下别走，臣罪该万死，臣万死难受其罪。难道是噩梦吗？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，让你在梦里都要一遍遍的说着罪该万死？
你口中的殿下又是谁？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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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公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没事。公子，您这腰您该不会跟将军……不怪将军，是明珠。哎，嗯，这一大早上也没看到小兵秧子，看来李琦这招还算有点用。哎，你看，将军做饭把孤儿弄死，哎，你扫地扫地。 李杰，哎，这今日他们看我的眼神怎么都怪怪的？将军还是问问自己吧。我，哎呦，我将军呢？该怎么说您好呢？属下是让您吓退他，您倒好，还假戏真做上了。你说什么？抽空去看看顾公子吧。 怪造孽的！他，哎，行了，你就别动了。请恕明珠身体不适，无法起身迎接。你这又是怎么了？将军，你明知道我们家公子这身子，怎么扛得住您这么……这街头巷尾都传遍了，说魏大将军久旱逢甘霖，对我家公子霸王硬上弓。 一夜之间，作尽天下荒唐事，包家公子弄得只能扶摇出门。这么胡扯吧！我弄他什么来？我顾明珠，你自己说。是，琪琪，不怪将军，是明珠自己不中用。你不知廉耻！在天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只要能和将军朝朝暮暮、长长久久，顾明珠什么都愿意。你又何必介怀呢？你。 好啊，有种！将军，将军，真是有趣。琪琪，这些瞎话传呢，本座可是愉悦，重重有赏啊。阁主，您这不是伤敌一千，自损八百吗？这些名声是顾明珠的，又不是本座的，本座当然不介意。这些日子。 在这魏家没找到艳遇，恐怕还要些时日。看来是得见见这二皇子了。属下这就去安排。等下，先去查查魏灵羽当年先太子叛国一事有何关联。这，顾承远可真教出个好儿子，这气死我了！将军，皇上差人送来一些补品，还特意叮嘱您，凡事量力而行。话说回来，顾公子做这些到底图个啥？他图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 他当然是图本将军的那颗赤诚之心啊！他爱而不得，他就想和本将军干脆玉石俱焚，还什么久旱逢甘霖？久旱逢甘霖？好啊，那本将军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是久旱逢甘霖。来，喝喝喝！干了干了！吃吃来。 今天你们只要把本将军哄开心了，金银珠宝，但是要什么有什么，是不是？来，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，来，将军，来来喝喝。将军，您在做什么？你们看呢？这就是本将军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坠夫。怎么？ 你也想陪本将军喝上一杯？将军，你喝多了，别喝。真是扫兴！我告诉你，你是长得很美，但美人本将军要多少有多少，不缺你一个。为什么留你在这儿？只因为你是顾家二公子，父债子偿。要想继续留在这儿，那你就得受着。来。
将军，您这么费尽心思的逼走国公子又是何必呢？他如今又能去哪儿？本就是不该有交集的人。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如今这北部水患严重，已有大量百姓遇难，诸位可有应对之法呀？我命来，本王倒是觉得淹死肯定是不行的。魏将军，您这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是臣冒失了，而殿下请继续。哎，如今百姓已然是流离失所，竟然还有山匪和羌武人趁乱打劫，谋财害命，甚至好几个偏远镇子出现了一子而食的情况。本王倒是觉得当下的重点应该放在吃人。魏林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是臣逾越了，而殿下恕罪。许久不见魏将军，以为能有所收敛，没想到比起大哥在时更为放肆了。哼，听说驻守边关的将士条件恶劣，领风吃树皮，怕是早已和畜生无异了。本将军这些年确实把肚子给吃坏了，是有些隐疾，所以本将军，现在立刻马上必须要出宫。议事大厅不可玷污，快给魏将军让路。李尚书，方才二皇子同我说您忧心水患，若是赈灾有需，愿意倾囊相助。二皇子英明，本王可是二皇子忧国忧民，实乃我敬业之幸。都办妥了吗？已经办妥了。你们，别废话，把身上值钱的都拿出来。钱你们可以都拿走。但我这镯子不能给你们。好啊，那就别怪兄弟们不给你们留全尸了。没事吧，将军？他都说了不给。臭娘们，别多管闲事。这可是你先动手。魏某尚有一官半职在身上，杀人还得顾念着天家颜面。你说什么？本将军现在要弄死，大理寺可管不了。不错呀，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啊！李琦，别浪费人才，这几个送去北部收地吧。是。走，回家。啊！疼疼疼！将军清醒。活该，他们抢你给他们就是了。这是你送我的聘礼，不一样的。明珠时时刻刻都在想将军何时会来寻我，见到你我真的很开心。我只是不想有不义之事发生在我镇上的疆土上，所以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在府里待着，你要是死了，本将军可没钱给你送葬。将军的意思是？我从未想过报复你，我和你父亲的恩怨只在于我有必须完成的事情，他也必须要受到国家律法的制裁，再加上你如此柔弱，我只是怕你。还疼吗？我疼，但是没有以前那么疼了。将军，吃饭了。先吃饭，凉了对身体不好。
阁主，您终于要杀魏将军了吗？属下觉得魏将军人挺好的，那个李副将人也不错，要不……阁主，二皇子愿您在望江楼见面。二殿下，请。二皇子约人，向来都是这么姗姗来迟的吗？实是公务繁忙，公务繁忙。江阁主，见谅，本王自罚一杯。入至本王的礼物，江阁主可还喜欢？那本座的礼物，二殿下可还欢喜？来人，来人！本王帮你寻药，你帮本王夺位，江阁主如今这样做，莫不是之前的约定都不作数了吗？二殿下是以为本座眼瞎，看不出那几个鼠辈是做戏，还是真动了杀心？你若是杀了他，是要本座去当一个官夫？本王并无此意。如此甚好，本座本就无心理会你和我夫人之间的那些陈年旧事，但是本座这个人护短的紧，你要是敢动他，本座可就不确定自己还会发什么疯。若是本王偏不呢？那本座只能预祝二殿下早日登基。哦，不对，是早登极乐。本座常杀人，不常说话，如果有冒犯之处呢，还请二殿下见谅啊。时候不早了，本座新婚燕尔，不好离夫人太久，就先告辞了。将军，你别忘了，若不是本王帮你除掉了仙阁主，岂有你今时的地位？所以殿下还能站在这里说话呀。殿下，这你再来晚一步，便能给本王收尸了。属下无能。殿下，那将军如此疯狂妄为，不如让属下带人杀了他。杀？你能杀得了他？我本王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，既然这条狗凡有主人，那就让他好好受受这蚀骨之痛吧。不过当下最棘手的是那个卫理，他既然敢这么大张旗鼓的挥金，肯定是早已做好准备要给太子翻案了。恕下官多嘴，当初就不该心慈手软放过他。砧板上的鱼，杀鱼不杀有什么区别？不急，算着时间，老石可快回来了。这不是春学宴吗？我们将军读书少，说白了就是个文盲，参加这种宴会自然十分煎熬。李局，你以为你刚刚声音很小吗？等到进了宫，那帮老头估计要吟诗作对好一会儿呢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饭。嗯，不会，别人家的赘婿都香香甜甜，还能暖被窝，你还能干啥？我也可以，只是将军今年的新桃快开了，也不知道小人还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。胡说，本将军还没让你死呢，阎王爷他敢收吗？若是你能活到今年金桃盛开，本将军就勉为其难陪你同看吧。李琦，走。你看，
苍梧小王爷带了两个学士，嗯，非要比试一二。哦，咱都输了一局了，如果这一把再输，真就丢人丢到江湖边了。你看看他手上那脸色。母亲，皇帝陛下，贵国的对子我们羌吴赢得轻轻松松，我们的对子你们却答不上来，今月这文运怕不是要到头了吧。哈哈。哟，魏将军，本王听说魏将军当年战败后便请旨戍边，今天仗打不赢，这字总该认得一些了吧。啊，哈哈哈哈。哦，对了，刚才的对子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魏将军可有什么好的解法？孝悌忠信礼义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无耻。好对子呀。上联缺一，下联无耻。你是谁？真好。吟诗作对本就是我们清月的长项，连小人这样的入赘夫婿都觉得实在是胜之不武，不如咱们换着玩法比试一二。谁要跟你拼？见过陛下。王爷，那你想比什么？众人皆知羌吴与清越濒临小国，牧骑地势复杂，我们就比一炷香时间内谁能把这幅地图完整画下且毫无错处，谁为胜，如何？比就比。圣上，小人愚笨，自知与王爷比试不了，不过在场倒是有一人能与王爷一较高下。哦，一口中之人是谁呢？长銮军主帅小人之妻卫灵。陛下，比试不可儿戏呀！魏将军哪里认得什么字？这比的不是魏将军一个人的输赢，而是我整个清月的脸面呐！李尚书，咱们静观其变。王爷，二皇子那边差人过来了。他让本王在大殿受如此大辱，现在居然还要脸来见本王，让他们给我滚！那二皇子那边，我管他什么二皇子，本王就说这些青眼宰羊信不得，但他偏不信。臣倒是觉得清月皇帝偷调卫灵回京，此次二皇子有失信于我们，会不会是他们察觉到了什么？大不了就和他们撕破脸。哼，如今趁卫灵归京，我们尽快出兵打他的清月措手不及。哼，到的时候清月的粮食土地还有女人，哈哈，都是我们羌吴的。看来你这小兵秧子还是有点本事的。得谢将军大胜羌吴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怎么知道我能画出那张地图啊？这里不对啊。小人每晚都见将军将自己锁在书房内，一遍遍临摹各国的军事图还有地势图，恐怕明珠今日拿出任何一张图，您都能分毫不差踏下来。众人皆以为将军虽为猛将却毫无志气，但鲜有败绩，又怎能只靠骁勇善战？嗨，我脑子笨，只能更拼更不怕死，更何况身为一军主帅便要担一军之责。我可以不怕死，但我的将士们必须要回家。是，将军是不聪明，但唯有这样的将军最得我心。我当是谁在东宫门口乱吠，原来是叛家之犬魏将军呐。魏凛见过刘学士，晚辈一不留神走到了这里，这就离开。把这里清理干净，真是晦气。
晦气。当年新太子被软禁时，您作为家臣装聋作哑，如今倒是敢对太子旧臣出言不逊了。你，我们将军不欠你们任何人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提先太子？你竟然拦我！卫领见过越王殿下。本王跑死三匹战马，都未能赶上我这前任主帅大婚。原来他金屋藏娇的就是你啊！看来魏将军有了新人，便把前主子忘得一干二净，任由他对太子哥哥随意智慧。臣没忘，臣此生此世都不敢忘。顾明珠，跪下。将军，我说跪下。你以为你和这清月成千上万被他庇护的子民有什么不同吗？他不过是可怜你，你却当了真。你们给我好好看着，这雨怕是要下大了。从听一声风不唤锦绣曲，浮生浮生不由己，就看你。将军，我们公子的身子受不住的呀！该死，竟然是这时候！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明珠，我这就带你回去。还未到成时，越王殿下有什么事，冲卑职一个人来，要殃及无辜。怎么，魏将军这是心疼了？像魏将军这般无情无义之人，竟也有心？背井连海，魏将军戍边五年。可海王，臣过得不好，请越王安心。这是你欠本王的，你这辈子都欠本王的。哼，一个叛臣还妄图过什么太平日子？他是什么人，你们也配说？再让我听见任何诋毁魏将军的话，洗洗你们的脑袋！本王和你不死不休。大夫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将军，顾公子这是寒毒之症啊，恕老夫无能为力。除非将军能寻到稀世珍宝颜玉来入药，或有一线生机。颜玉？也不知道这言语管不管用。阁主，你醒了。是将军用颜玉入药为你解了毒，我这就去叫将军。明珠，如此珍贵的颜玉，你就这么……你的性命胜过一切。不过也确实很难再找到那么好用的刮痧板了。刮痧板？哎呀，这都不重要。你跟我来。明珠，
之前承诺过与你一起看金桃，但这玩意儿没得太快了，这不给你存了钱，若是你不嫌弃，往后都与本将军一起看吧。世将军用颜玉如要为你解了毒，你的性命胜过一切，他不过是可怜你。将军可知与我看金桃是何意？将军可知年年月月都与我看金桃又是何意？吴明珠，你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？就是我这样的人抱有期许的活着呢。因为我试过了，我只要你活着。所以将军的许诺究竟是强者对弱者的怜悯，还是只属于我一人的蜜糖砒霜？怎么回事？真是长本事了，本座都出来这么久，他竟然都不来寻我。哎，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哎，走够路够不要错够啊！霸道将军爱上我第八件丧心，还有魏将军感情死我还本，都有都有啊！魏将军，走够路够不要错过，新上的新上的。哎，公子要不要来本书啊？这是何物？自从那日魏将军接头救父，他的杀虫英姿就迷倒了万千清月少男少女。来，霸道将军爱上我，还有遵命我的萧月王，都是魏将军的榜首搭档组合。哎，要不要来一份带回家呀？英姿烂掉。哎，来呀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霸道将军爱上我。哎，看看，都是新上的。把将军和顾明珠的全部给我包起来。好好好，你拿好，你拿好，慢走啊，下次再来啊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各种魏将军情感实录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。哎呦，遵命我的萧月王早就给客官您备好了，来拿好，慢走啊，下次再来啊。第八卷我搞到了。那这难道就是市面上一本难求的霸道将军爱上我？嗯。七七老弟，七七对我力气这般好，但我却……罢了，七七老弟，今日就算一死，我也要让将军知道我与七七老弟早已亲如手足。你兄七弟，李杰，你们俩干嘛呢？江七七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东西就可以贿赂我。我李七的意志不容你腐化。以后你给我注意点，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七七，你先忙去吧。对不起啊。李杰，过来，问你个事儿。你说，这蜜糖砒霜是何意啊？砒霜，顾郎君不会是想寻死吧？嗯，顾明珠轻咬上唇，眼波流动。卫领面对如此柔弱可欺的夫君，再也无法把持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小相公受得如此惹人垂怜，不如让我一亲芳泽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以为我是个卖鱼的就可以肆意践踏我的感情？我一定会复仇的。为了守护正义与爱情，
请月亮赐予我力量吧，草原战士，为领飞升。你以为我是个卖淫的草原战士，肆意践踏我的感情啊？为领飞升，你会复仇的。你干嘛呢？我，你怎么脸这么红？是不是还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嗯，这是什么？你是看的什么呀？什么将军？什么？这？哎呀，还给我！看一下，还给我！还看一下，哎呀，将军，看一下，还给我！将无来犯。哎，将军，看一下，还给我！将无来犯。此次将无进犯，就由魏将军率长鸾军出征吧。儿臣认为不妥。父皇，当年将无关之战大败，主帅是谁？魏将军不会不记得了吧？陛下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二殿下此话有失偏颇，更何况魏将军与北境戍边多年，他最为熟悉兵路地形，确实魏将军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朕已经说了，此次出征由魏将军掌兵，世王可还有疑问？儿臣没有疑问。你们呢？上马。晚辈卫领谢过李太傅朝堂之上，仗义直言。将军不必谢我，老臣不过是将越王殿下交代的复述了一遍罢了。越王？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。二殿下说笑了，我哪里会打什么算盘，不过是为朝廷尽忠罢了。倒是羌武此次来犯，怎么也没提前知会二殿下呀？休得胡言，本王与羌武毫无关系，而通敌卖国之人倒是有一个，不就死在你面前了吗？你将军，顾公子被越王带走了。什么？你到底留在魏领身边所欲何为？自然是有所图的，但我们夫妻之间的事说给越王殿下听不太好吧？不知死活的东西。顾家二公子可没这么好的武功，你到底是谁？小人为故事奉劝殿下，不要成日里总把那些龌龊的心思放在他人之妻上。他人之妻，就你也配？明珠将军，殿下这次做的确实过分了。我过分？明明是他。将军，不妨事的，不要因为明珠和殿下生了嫌隙。哎，不必多说了，我知你心地纯良。将军，是明珠先动的手。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病秧子能做什么？来，跟我走吧。魏将军，羌武这场仗本我也会去。将军，后备粮草被羌武军烧了。将士们已经五天柴米未进了，没力气打了。把我的战马杀了，要和他们对抗到底。杀马！将军，兄弟们死伤惨重，要不我们还是快！我们长蓝军不留这种贪生怕死的废物，魏主帅回来之前我们谁也不准退。本王要亲眼看着你死在五年前你就该死在的战场上。你去越王府干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我想让你请召我。
我知道，你我在身边，只是因为我是顾明珠。我也知道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先太子。我自诩聪慧，但是，到底多长的距离不会让你生厌？什么样的举动才能让你多看我一眼？我已经无法计算了。将军，我的意思是，小人渴求你。哎，我听不懂你这些弯弯绕绕的。我只问你，若我战死沙场，可愿以夫之名抱我共牌，为我点灯？将军若战死沙场，我为将军收尸；将军若是凯旋，我等将军归家。我不死，灯不灭，人间路、幽冥路，我都给将军照着。好，我一定会拼死回来，照顾你。傻将军，这件事我已经在做了。将军，小人今日可以侍寝。啊，不行，你手受伤了，伤得这么严重，不行不行。哎，将军，我要侍寝了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我要侍寝了，将军，小人要侍寝，为什么让我侍寝？我要侍寝。兵马集结完毕，等待将军号令。陛下，你说叫咱们回京是干啥？不会是要赏咱们吧？你啊，这满脑子想的就是军功。这战事传唤咱们回京，京内怕是发生了大事。出发吧。东宫太子结党营私，教唆卫领女扮男装欺瞒圣上，废除太子之位，幽禁长林宫。圣上，一切都是罪臣所为，和太子殿下无关啊！圣上，圣上，和他无关啊！太子一人便能换数十万长安军的性命，只要太子的认罪书一呈上，本王也能保你官复原职。是你。是你将行军路线提前告知了焦无惧，通敌卖国的是你，开先认罪书的是你。如今证据确凿，魏帅怎么中间不辨是非不分，还诬陷本王？你就算不顾长安君，那老师呢？他可还在战场苦撑着呢。还有大哥的家眷吧？若是你也死，他们又该如何呀？殿下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呢。这是本君的决定，也是军令。若是前方无路，臣就以身作桥，望殿下前行了。本君只求一死明志，却厚颜无耻的要你活着，限你生不成奸，死不回中，让你陷入这不忠不义的骂名，你怨恨本君吗？没有，只对殿下唯有感激。那老师和四舅就托付给你了。阿林，要好好读书背图，不可偷懒，这次就看着你了。殿下，殿下，若有下辈子，你寻着烛火过来吧，本君定在那最明亮璀璨处等你，到时我们再做你是君臣。殿下，你自救于长林，真是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啊，叛臣。卫林，他们说的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背叛大哥。卫林，你说话啊，卫林！臣自请长守相无关，为国戍边。
死一生，只许胜不许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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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越王怎么一直在咳嗽啊？听说昨夜府邸着火了。愿将军此战得偿所愿。我此行之路实为艰难，你若想抽身还来得及。他人苦难与我何干？但若将军你在其中，那我便与君同行。将军，该动身了。出发。昨晚就应该把他给杀了，越是碍眼的东西命越硬。阁主，还是要杀了魏大将军吗？本座当年就应该把你给弃养的，这样就不会因为你的蠢，一不小心就把你给杀了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回殿下已经出发了。取下卫灵手机。是是。走。大人，大人别杀小的呀，小的不知道犯了何错惹恼了大人。不知犯了何错？你写的这是什么狗屁结局？本座追了这么久的霸道将军爱上我，你竟然让他们给和离了。啥？如此家偶天成天造地设的一对居然让他们给和离了。从现在开始本座说什么你就给我写什么。是。于是愿与心相省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顾明珠如是对将军言。将军，这玉心关还是戒备森严啊，注意布防吧。以我苦心谋划这么多年，此战不容有失。阁主，将军已经抵达玉门关了。明珠聪念，一共就四个字，还能错俩？老板，你这簪子怎么卖啊？您是自用啊还是私人啊？
送人，生辰礼物。难道这是要送萧曼？啊，看来那位公子对你很重要啊。嗯，确实有那么一位让我想占为己有的公子，可惜我眼光太差，也不会选。麻烦老板帮我推荐一只吧。行啊，那我帮你挑一个，这个，当下最流行的款式。那就听老板的吧，帮我把这个包起来吧。谁派你来的？我家阁主要你三经死，怎能领你到五经？将军，是令阁的人。撤。哎，几年不见，怎么还会喝酒了？跟你在一起，总没好事。嗯，饿了吧？你是谁？哎呀，排队的人这么多，排到你这儿，什么都不剩了。在这等着我。哎呀，王哥，赏点饭吃吧。王哥，你行行好，给我点吃的吧。王哥，求求你了。不行不行，太子殿下让我饿你两天。王哥，我已经饿得眼冒金星，手脚发凉，四肢无力，快快快！行行行行行，来吧，你别让殿下知道啊！再来点吧，王哥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，谢谢王哥，哎，谢谢啊，那喝吧。我不需要。你这人的脾气怎么跟茅坑里的石头似的？哎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啊，我又不用你还。哎，你慢点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阿半，我叫阿半。阿半，以后我罩着你啊。不是说好了我罩着你吗？主帅，我行冠礼了，从今天起我的字便是将归。将归？你是挺犟的。哎，等这场仗打完，咱们去离清月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就我和主帅。你不是一直想看看蝴蝶吗？再悲苦寒找寻不到，但南阳山眼前总会有的。若真到了那一天，山河安定，百姓富足，我倒真想变成一只蝴蝶呢。苍天为盖，瀚海为席，无风自展，岂不快活？不过本将军倒是可以做个逍遥散仙，你呀、啊、还得建功立业娶王妃呢，到时候你们生了玩，本将军当个干爹行不行啊？就你也配？我说你小子喜欢什么样的呀？这跟主帅我也说了呗，本将军也可以帮你寻摸寻摸。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阿爸，我和殿下回来之前，只要无这场仗，你给我顶住了。好，属下是与长兰君共存亡。当年没资格跟我提当年，我当时不那么做，你会死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以死，我们都可以死，我宁愿你杀了我，也不愿见你替了一身风骨换锦绣。我等浴血奋战，主帅为何先降？因为你是阿爸啊，将军。我们家公子被岳家城主掳走了。
明珠，明珠，将军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俩没事吧？这里很危险的，你们快走吧。魏将军，你们长话短说。这不还没说呢吗？江湖使臣，见过顾公子，下官是魏将军的人。原来如此，看来将军此次前来是有解救的办法了。明珠放心，我已经打听到小王爷今日在宫内大摆筵席，所以呢，我和七七就打算扮作舞女，潜入宴会，趁他们喝酒的功夫将他们迷晕，趁此拿下玉兴城。下官觉得您扮作舞姬这件事，还需要谨慎考虑一下。哎，你放心吧，那本将军可是悉心研习舞技和易容之术很多年了，对此那是感触颇深啊。当年若是没随太子出征，现在恐怕也是名动京城的舞姬了。还望将军三思啊。哎呀，不必多说了，本将军去意已决，在这等我啊，我去就乖。哎，将军，没想到将军竟愿为了我牺牲脸色。不行，往里走，进去，看什么看？你推我，进去，我自己能走。哎，将军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们没事吧？该死，居然被他们识破了！将军，你已经尽力了。你们两个，把那个人。将军，哎，将军，哎，公子，将军，你们带他去哪儿啊？哎，你们放开他，玩儿。来，干！哎呀，哎，这是谁呀？哟，你们看看，这就是星月战神魏凛的夫君，让本王在春雪宴上饱受侮辱，如今不也成了我们羌舞的阶下囚啊？你不是挺会吟诗的吗？要不然你给我们大家举起乐。你们刚才也是这样拿我夫人取乐的吗？一帮砧板上的鱼也配得上取乐？你是在笑本王？来人呐，将此人凌迟处死。好啊，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取乐，那本座就好好教教什么叫寻欢取乐。小王爷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能抓得住本座并不是你的本事。而是本座先找到的你。明珠。将军。将军，又是令哥的人。先带他回去。今夜子时开始攻城。报！大王，御行官失手，小王爷被俘，掌门军已经行医到王都城下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魏凛带兵反京，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合围之势呢？除非大王，掌门军从始至终从未离开过北京。啊！魏凛将军，你们怎样才肯退兵啊？那外臣就直说了，我要五年前王上与二殿下互通的密函。放肆！你这是在污蔑本王！如今外臣的兵马都已经守在城下，就连您最宠爱的王帝也在我们掌门军中做客。本将军是能保他一时平安，但外臣的那帮兄弟们都粗惯了，何不晓得怎么伺候着金枝玉叶的贵人。你，哎呀，要是少了条胳膊少了条腿的，
皇上还请莫怪啊。哎，好好好好，行，我把何某的密函交给你们，你们立刻退兵，并且安全地把王帝给送回来。哎，您这可说的是两个条件，密函换王帝，至于退兵，那是另外的价钱。你们这也太过分了，你到底想怎样啊？十五年的边陲太平。十五年？你们清月这是想趁机勒索呀？啊？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你们没得选。殿下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萧四九如今在哪儿？将军，吴公子请了。啊，将军，你没事了？没事，明珠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将军了。小伤不打紧的，幸好将军昨日派人救下了明珠。你说他们昨日救了你？是啊，但后面的事情明珠就记不太清了，好可怕。没事，现在不有我在呢吗？又杀又救，这令阁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我提一句啊，诸位将领们，此次大败羌吴，一雪前耻。今天我们举杯畅饮，不醉不归。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好酒啊！越王殿下，末将敬你一杯。顾公子，下杯该你了。隋将军，我这家夫啊，他不善饮酒，这杯该是晚辈敬您。好，竟让妻主帮忙挡酒，我看出了这副皮囊，也不知道魏将军看上你什么了。美貌也是种本事啊。至于看上我什么，殿下试一试不就知道了。隋将军，你可知道我这把刀削铁如泥，在场所有将士中只有您才有这个荣幸让我给您刮刮脸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老隋愿与魏将军几位兄妹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你推我干什么？干什么你？没看见我和隋将军在那儿？哎呀，我的好将军啊，你忘了隋将军那脸上的疤是怎么来的了？你这真是婆婆妈妈呢。越王殿下呢？我敬越王殿下一杯。你来，马上喝，喝，喝。你这脸怎么了？无事。你脸上怎么？不是。我和魏林那是过命的交情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算什么东西？我和将军那还是共赴云日的关系呢。胡扯！魏林打的呼噜那么响，根本不可能有人在他旁边睡觉。哼，有我在他身边，他才能睡得香甜踏实。他饿了，本殿下都去应该施食给他。他大字不识一个的时候，是本殿下一个字一个字教的他。踏实，他那是吃得多，想的是睡得香。
那这是多谢殿下了，不然我还收不到我们家将军那错字百出的情书呢。明珠，你我恩爱两不疑，我不给。自从你我二人梁人缔结，定成佳偶。闭嘴。酒醒了。哎，果然这清月的山山水水，本将军总是看不够。我又是家里突遭变故，快饿死在街头的时候，是太子殿下救了我。他教我做女郎不必困于闺阁，做男儿也不是不可投配鲜花。殿下用心待我，我定以军功相报。于是我背着他从了军，只为能在战场上护他周全。他死后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守护好他在乎的一切。殿下，这清月河山别人给您守住了。那你守好你的清月，我护着我的将军。一个文弱书生拿什么护？谁知道呢？你为何从不觉得我是叛臣？因为你看我的眼神里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贪婪，还有掠夺。你的眼中只有我。你是在勾引本将军吗？愿者上钩。相信思念，让相见炽烈的爱不必再收敛，再对我一言。哪怕人间贵族们尝艰险，也绝不妥协。我们在彼此已荒芜的心间固住了永远。秦娜，终于亲了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总感觉好像还少了些什么。七七，哎，七七，你有没有觉得公子和将军自从打完仗回来，他们俩怪怪的呀？我竟然强吻了顾明初，费灵啊，你可真是酒壮怂人胆啊！为何我总会想起？你给我清醒一点，卫林！将军，你擦擦汗。不行，绝不可以倒在他的怀里。将军，这个字要这么写。将军要专心，不可满眼都是明珠啊。哎呀，你练字就练字，离我那么近干嘛？今日不练了。阁主，他这是在厌恶本座。哎，您别多想，反正您嫁啊不是进都进来了，只要将军不和离，您永远都是将军府的男主人，唯一的卫故事。将军不是薄幸之人，绝不会对本座始乱终弃。哎，女人都是这样，将阁主您这种懵懂无知的情场纯良骗到手就不管了。爱怎么会变呢？我们都我们都那个了。阁主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倦怠之期啊？果然他定是看如此轻易就得到了本座便腻味了。哎，阁主，七七有一计。你确定这真的有用吗？将军体内定是中了什么邪物，属下特地从玉清观请来了玉洁之水，为将军驱逐之，到时候
您和将军必定能重归于好。好，那你去吧。啊，您不，本座当然在这里等你了。江七七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将军，我想给您洗洗脸。你是不是想死啊？将军，出去，出去！将军，啊！将军，二皇子差人送来了这个。为爱卿此次北征平乱有功，封镇北将军，赏黄金万两。谢圣上。臣还有一事，望圣上成全。哦，爱卿还有何事啊？此次重击羌吴，越王殿下御兵有数，有勇有谋，堪当大任。臣愿将长鸾军主帅令奉与越王殿下，以慰边疆百年太平。好，朕允了。老石骁勇善战，多谋善断，倒是有几分朕年轻时的模样。好，朕便栽准你以藩王之名久居国都，和魏将军学习用兵之道。儿臣定不负父皇，魏将军所托。这是破例了，圣上这是破例了。难道圣上有意立越王？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这很有可能。好了，众爱卿有本起奏，无本退朝。你把萧四周怎么了？魏将军，这里可是皇城，漠视了体统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配来本将军？你镇北将军打赢了仗，怎么还这么大火气啊？魏林，就算你拜将封侯，也不过是个女人，只会感情用事，处处软肋，如何斗得过我？我是女子又如何？军服印我已经交出去了，我现在手里再无实权，做什么也绝不会牵连长鸾将士。所以萧四九最好无事，否则我定以命相搏。殿下，魏凛公然将兵权交于越王，莫非是皇上的意思？谁能想到，当年心思单纯的萧越王，如今倒长成把利爪悬在本王喉咙上的猛虎。我们要赶快动手。殿下，越王拿着圣上御赐的令牌，带着府兵将郡主带走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你去把参与此事的人都给本王杀了。是。本王让你去调查顾城远家的事，有消息吗？回殿下，已经查到了。魏大将军，你这枕边人的怒可还不少。全城封锁，务必找到郡主，随我将尸王府围了。将军，您这么做不是正中了二皇子下怀了吗？我顾不得这么多了。阿林，郡主，小儿好想你啊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多谢越王救下四九，一切都是卑职疏忽，差点酿成大祸。本王不是冲你，四九是大哥唯一的血脉，他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本王也难辞其咎。那个顾明珠，他绝非善类，义军主帅应该没有傻到看不出来吧？本王明明白白告诉你，这皇位本王要争，谁挡了本王的路，本王就除掉谁。你也不例外，但你若是站到我这边，本王什么都可以给你。魏将军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大家都听好了，郡主是田，饮食上一定要多加注意。哦，还有，赶紧联系织衣局的工人，专门为郡主织衣。
郡主的肤质娇嫩，衣物上也一定要万分仔细。哦，李琦，你这段时间也不用忙别的了，专门负责郡主的衣食起居。我，哎呀，算了，还是我来吧。哎，明初，我看你那个房间的朝向不错，要不然，阿莲，每次我来你都手忙脚乱的，郡主怎可亲自端茶？快来。哎呀，九儿已经长大了，阿莲早就不是九儿的那个小侍卫了呀。但是您还是被之捧在手心的那个郡主啊，这是永远都不会变的。但是卑职还是得说一句，您这次从封地返京知道有多危险吗？要不是越王及时赶到，恐怕真的就……这位就是阿里的夫君啊，长得可真好看，本郡主见了都颇为心动呢。那真是不巧了，小人也有天定姻缘。是不是天定的姻缘可说不准哦。将军，今日该练字了。阿里，今日天气好好，陪九儿放风筝去吧。好，走。这是明珠在长思房为你定做的毛笔，这样写字就能舒服很多。阿里，这毛笔好漂亮啊，九儿好喜欢。郡主要是喜欢，就拿去好了。我平日里舞刀弄枪的，也用不了这样的。将军，这毛笔粗陋，恐怕配不上郡主尊贵的身份吧。顾公子，本郡主说喜欢便是喜欢，而本郡主喜欢的就得是本郡主的，你说是吧阿莲？你呀，就是要天上的月亮我也会摘给你的。阿莲最好了，我们去吃点糕点吧。来，吃这个。谢谢阿莲。这个好吃。琪琪啊，你们家公子身体还是不舒服吗？阿莲，他不想吃就不吃呗，一顿不吃饿不死的。将军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竹叶糕。这山珍海醋固然美味，但唯有这青绿素食才最是养胃。阿里不喜吃甜，还是试试九儿准备的醋鱼吧。公子也可尝尝，这兴许也是你会喜欢的味道呢。郡主有心了。将军，凉了可就不好吃了。我今天已经吃饱了，你们先吃。不行，吃。好吃，好吃，可好吃了。将军这段时间忙于照顾公主，还有时间抽空来见小人呢。明珠啊，我问你件事儿，希望你能据实一告。将军请讲。你是不是喜欢？是喜欢。四九。什么？嗨，我就说嘛。这两天看你们怪怪的，不过我这几天发现四九好像确实对你有意啊。我们那婚事确实是我强行逼迫，你要是想走自然可以啊。不过四九可是我的掌上明珠，隔着以前天王老子我都看不上，像你现在这种病殃殃的，万一要走在我们家四九前头，难道让他替你守寡呀？你先为了他撵我走，卫立，你就是块丢都丢不得的烂木头。将军，请放手，我不是你随便一拉就会回去的。自从他来到了将军府，你就从来没问过我吃的好不好，过得怎么样。好吧，既然将军你有话要说，那我就姑且听听看。你要说。他说本座喜欢什么萧四九，还说本座配不上他，真行啊！还说本座有朝一日还死得比他早，本座偏不如你意，本座就算是死也不放过你。是是是，阁主你下算计。一个萧半，一个萧四九，本座今天是捅了你们皇家的狐狸窝。哎，阁主，七七倒是有一计，这次一定行。江七七，这就是你的办法？大人，哎呦，老爷，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啊？我已经按照你们说的做了呀。阁主，这个写话本的
确实是对男女之情深有研究，世间难寻。经过他的指点，您一定能重夺宠爱。嘿，大人，您是不是觉得您夫人心中始终有一个无可替代之人？继续说啊，并且周遭莺莺燕燕，蜂拥蚁聚，令您防不胜防。你到底是何人？大人要是不嫌弃，这个画本会给您答案。环环转。这个画本讲述的是一位郎君与夫人正是新婚燕尔，你龙我龙之际，却发现自己不过是夫人亡夫的替身。负心薄幸，欺人太甚。阁主，这就是替身文学啊。哎，不光如此，他还发现自己的夫人逐渐迷失在众多的诱惑中，曾经的海誓山盟，如今竟不敌新人唇边的一抹春色。卧榻之上，岂容他人酣睡？哎，阁主，你怎么？啊、不是，眼中刚刚略有酸涩。但是，这位郎君却利用自己的非凡头脑和雷霆手段，在一众莺莺燕燕中釜底抽薪，杀出一条血路，最终成为了夫人心中无可替代的皎皎明月。继续把这些话本给本座通通包出来。是。哎，大人，您一定要成功啊啊！小人在这里祝大人成功。真好真好啊啊！哎，大人，您什么时候放小人出去啊啊！大胆大胆。涿州黄酒醇厚甘甜，顾郎君既然经过，何不赏脸与我共饮一杯？顾郎君可知阿里曾是我父王肩上鹰，虽也曾领享酒香，却终因父王的离世此生难安，不得归朝。从此以后他越是在意什么，越要远远地望着，不碰就不会碎。但那日我第一次见他，是那样的不舍，那样的渴望。阿莲，你看九儿这风筝放得多高啊。阿莲、可是拂晓之月本就是我先看到的。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。小哥哥，灵儿不喜欢你这样做。哥哥说你们这样都是因为太饿了，只要吃饱了就好了。真好吃。琪琪，属下在。把他送去西域，不论什么地方，只要是离京城越远越好。阁主，郡主他可是将军的心头肉啊。所以我已经留他一条命了。本座想通了，与其学习那些为夫之道，倒不如直接从根本解决问题。将军疼爱你，我就卖掉你。做得干净些。是。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都找了。厢房呢？都没有。那这人去哪儿了呀？将军，这是在找什么东西吗？四九不见了。郡主昨日便回封地了，临行前还怕将军您难过，特地托我将这毛笔还有玉佩交给你。哎，这四九还跟小孩一样来去如风的。不过你还是差人沿路跑一趟，他安全抵达我才放心。嗯、是。明日便是上阳节了。听说这上阳节十分热闹，不知可否能与夫人同去。夫人。是啊，夫人。我的夫人。
郡主，你别跑了，七七一定会安全把你送到西域的。胆大包天的东西，竟敢如此对本郡主！他一个郡主，怎么比我这做杀手的还能跑？我萧四九，集美貌智慧和财富于一身的清月郡主，竟然会被那个矫揉造作的贱人所暗算。郡主，你饿了吧？我带了些食物。你不松开，本郡主怎么吃啊？您是金枝玉叶，七七主要是怕您饿着。就这么点够谁吃的呀？那给你。小人哪里配吃啊，这都是给您的。给你就拿着。君主你真好，我绑了你你还惦记我饿不饿？你哭什么呀？小人长这么大只有您对我好，我主人天天嫌我笨，整天就想着杀了我，那我也不想这么笨呀。那我对你那么好，要不你放了我呗。除了这个什么都行。这什么人，吃个鸡腿还吃一脸，跟个傻子一样。你是狗东西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您不是让我亲吗？你有病啊。公主，我会负责。呸！你还负责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没负责？过来！那我不负责了。什么？你竟然敢不负责？你想死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在刚刚，顾家一家老小一个活口都没有。这是从顾神远身上发现的。认罪书上写明了他们一家被令阁控制。令阁阁主江卷为了盗取魏家的颜誉，伪装成无人见过的顾家二公子。若真是如此的话，这个江卷定是二殿下的人。江卷，来来看一看啊！老板，过来一个，先不领吧。什么时候来啊？莫不是今日下朝还有军务要处理？或许是迷路了吗？难道是来的路上出了什么意外？明珠。我还从未见过你穿成这样的。穿着硬色衣物的主角往往能惊艳众人，获得心爱之人的另眼相待，话本诚不起我。因为我想让你一眼第一眼就看到我。哎，你看他有射箭的。射完前一次射中便有大礼相送。走，一品婚后。好，夫人好厉害啊，明珠还从未见过如此高超的箭术呢。话本有云，要主动创造肯定对方的机会，请君入瓮。好，夫人真棒，夫人，恭喜这位姑娘火焰铁刀一柄。啊，这算什么？别把我眼睛蒙上，明珠，看本将军来给你露一手。夫人，连射三支箭，让他们看一下。哎呦，我的好将军啊！你这箭术在军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差，睁眼都不一定射得准，你还把眼睛蒙上，万一伤到人怎么办？哎，明珠，在这等着我啊。夫人，你慢点。对不起啊。你明明很期待的，我却都搞砸了。我期待的从来都不是什么上阳节，而是和夫人你相识后的每一天，你看见我的每一眼。我期待的是与你有关的一切。夫人的心里不能不足。我们在彼此已荒芜的心填不住的永远，走向无言，你始终在身边。明珠，这个我本来想等过两日你生辰时送你，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可能更合适。这十三是送给我的，所以你是不喜欢吗？我喜欢，我太喜欢了。来人，把我拿下。月宝，这是何意？
顾家满门今日全部惨死于荆郊南坡，包括顾明珠。作为魏将军，不如问问你这冒牌夫君，他到底是顾家二少爷，还是令阁阁主江卷？誉王殿下，此事必有隐情。顾城远清清楚楚写了，他们一家被令阁控制，令阁阁主江卷假扮顾家二少爷，就是为了盗取颜玉。说够了吗？本座早就该杀了你的。所以，小凡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不是的，灵儿，我没有杀顾山远他们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顾明珠，江卷，看我被耍得团团转，很好玩是吗？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我错了，灵儿。我本以为你是我这京城中唯一可以触碰的塞外风雪。卫林，原来就是你害得本座如此难堪啊！还是你觉得本座是无心的恶鬼，本就不会痛？阁主，都是小人被朱幽蒙了心，才听信了二皇子，小人罪该万死。那你就去死吧！去，说萧四九在本座手上，魏将军要是不想他有事，就随你来令阁见本座。是。一刀两断。魏将军，恶鬼才难缠啊，恶鬼才难缠啊。灵儿，你把萧四九怎么了？你要是敢动他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不放过我最好，你恨我怨我不好，跟我得而复失。将军，你是匪，我是官，若我再见到你，我只会杀了你。是啊，你居然向我挥刀，你还杀我。是刀柄，我那么做是为了救你。你居然用刀刺我。我要是不那么做，你会死的。你觉得我怕死吗？我怕的是你不爱我。灵儿，你要是不想萧四九有事，那就只能留在我身边。你这个疯子。是啊，我就是疯子。那将军就陪我疯下去吧。既然始终越捞不得，那我就跳进去与他共沉沦。灵儿，我知我做饭难吃，特意学的，你尝尝。或者你想吃什么，我让他们去给你做。江阁主，还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灵儿，我知道你想杀二皇子，
我可以做你的刀，做你的棋子，只要你让我杀，谁都可以。我只需要你，别不要我，好不好？我们之间的杀戮，欺瞒，我不可能当作没发生过。我一颗心，我还给的是顾明珠，而不是将军。你走吧，萧四九他不会有事的。你心爱的，我本就都会护住的。你告诉明堂，我十恶不赦。我本以为你是来救我的。将军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越王都差人来好几次了。我谁都不见。将军，我来陪您喝点。太子死后，我一度不知为何而战。我想，谁能来杀了我？不然，别来救救我。将军，他听到了，还来了。我第一次动了独占的心思。你说这青桃明年什么时候开啊？岁岁年年都是什么时候开啊？将军，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，就说我爱你，信你。是请啊，将军。哎呀，还给我！看一下。哎，还给我！还看一下。将军要专心，不可满眼都是明珠啊。结发为夫妻。将军要战死沙场，我为将军收尸。将军若是凯旋，我等将军回家。恩爱两不疑。那，你守好你的清月，我护着我的将军。不管你是将军还是顾明珠，我信你。禀圣上，顾尚书鼻中检出了曼陀迷烟，倘若顾氏一族被令阁所杀，那这实为多此一举啊。臣认为顾家被屠一案尚有疑点，还望圣上命大理寺彻查此案。为卿，此事为令阁所为，朕已下达诛脚之令。朕知道这将军假冒顾明珠哄骗了你，莫非你还在执迷不悟？将军是臣的夫，他若是做了，臣自刎谢罪，可他若是没做，臣必还他妻女。放肆！朕信任你，器重你，竟送得你如此巨功自傲。来人，为令拖下去，剥夺三官，杖一百。圣上，此案尚有疑点，还望圣上明察。圣上，此案有疑，望圣上重审此事。圣上，
这一海疆下去就会死的。我去求父皇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有事。父皇，您放过卫灵吧，他只是一时糊涂啊。父皇，小笨！父皇，儿臣从未求过你啊。父皇，来人，将越王幽禁府中，10日后回返封地。卫灵是儿臣的主帅啊，儿臣不能看着他死啊。父皇，你。 父皇，儿臣求你了，父皇，你个逆子！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你怎么了，父皇？放出消息，就说皇帝病重，有意立越王为太子。是。 暗中围了将军府，有意靠近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阁主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此生罪孽深重，但我所爱之人，平定山河，护佑百姓，他是我从未见过的好人，一切皆因我痴心妄想。 越王殿下，着手守卫军已按照您的吩咐在京郊隐蔽驻扎下了。卫灵怎么样了？属下还未探到。如今是何年了？回越王是清越元年。你即刻出宫。